绅士杯多，陈奕迅被骂乐坛癌症，男神不好当，躺着也中枪。被称为一代歌神的陈奕迅也难逃厄运。近日，香港老牌音乐人周启生开炮指香港乐坛进入癌症末期，更将矛头直指陈奕迅，隶属陈奕迅五大罪状。不少圈中好友就很替 Eason 抱不平。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自由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，但是也不一定需要去踩别人咯。周启生批评香港乐坛被传得沸沸扬扬，不少人很是替他不平，但伊森自己反倒觉得是个鞭策。我觉得他那些说这话是鼓励我的，我觉得是希望可以让我进步的，其实让大家进步。这边被音乐前辈周启生点名批评的事儿还没有结束，那边 Eason 的私生活又被爆出问题。日前，陈奕迅为女儿在主题公园庆生时被游客指控插队买票，引发不满。不过陈奕迅解释，陈志士公园特别推出的多付钱不排队买票的方案，可能要多一个程序，要申请，然后要可能付多一点钱。对啊，看到这里，小编好想说一句：土豪，我们做朋友吧，以后妈妈再也不担心我排队买票了。